小优。你是蜡笔小优。我们今天去全家发现了什么呀？蜡笔小新的戳戳乐。对，蜡笔小新九格欢乐箱戳戳乐，然后又就很想要玩戳戳乐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想说买来看看里面有什么，里面会有 QQ 软糖跟惊喜小物，我们为大家揭开这神秘的惊喜小物吧！啊，蜡笔小新GG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开箱，把它打开吧，拉出来。到底要买蜡笔海王？哦，九宫格，哇，好可爱哟！九宫格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我知道。来说说看。他叫什么？他叫小白啊。小白。小白，然后小新，他妹妹小葵。小葵。喜欢小新的。啊谁啊？啊，你一定忘记了，这是飞嘟嘟左卫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抽了。对。好，风间、阿呆、正南。好，你第一个要抽谁？小白哦，好，打开看，小白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糖糖啊，只有糖糖吗？对，来打开，有几颗？好多，很多、哦。来给妈咪看看。我要切一个。又要吃糖糖了？可以吗？吃糖糖，好，你吃啊。好，我吃糖糖。啊，另外两包我看看。嗯、哪里、啊？就是都是糖糖而已嘛。好，那我要抽。小新，我最喜欢小新了。看又有吃糖糖，吃糖糖最快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要抽的，抽小新五号。啊，我得到玩具了，耶！我又胜利了。啊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好可爱哦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吊饰。我要抽肥嘟嘟准备。各位们，好，等一下给大家看我可爱的吊饰，耶、yeah, ！这个我喜欢，这个吊饰很可爱。该不会就只有一个奖品？不晓得哎，该不会你又是软糖吧？啊，你又是软糖哦？该不会我就是最好的吧？那我太幸运了。那你等一下要给我惩罚了。哎、欸，换我呢？啊。你也抽到了，你抽到什么？小葵是什么？啊，小葵是很多贴纸，等一下翻起来给大家看。好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，我来抽个妮妮好了。妮妮，可爱的粉红妮妮是什么？糖果吗？哦，是玩具。这个是谁？那个什么？哇哈哈哈！动感超人的小新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、啊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来开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这是我的三号。三号暗恋小新的人，一个千金。可是我忘了他叫什么。没有大姐。啊，你又是糖果了。那我要那个，哎，我们抽他了没？流鼻涕的阿呆，我要流鼻涕的阿呆。我帮你。好。我帮你。好。打开，阿呆。哎，糖果。啊，也是糖果。哎，享受一下。享受一下。享受一下吃糖果的乐趣。好，那你要最后两个了，你要开风间还是正南？风间。好，来吧，风间。感觉你也是糖果。哎、欸，不要弄我的，我那是正南，是我的。你的糖果，好，换我了，正南。正南怎么那么难打开啊？呜、哦，啊？还是糖果，所以只有三样小礼品。我们把那个小东西打开给大家看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介绍第一个神秘的小礼物，你看有那个小新们的贴纸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你最喜欢的这是谁？动感超人，你用个动感光波给大家看，动感光波，动感光波。你的动感光波是这样。好，继续看我们未完的贴纸。哇，他这贴纸也给太多了吧。哦，你看这超可爱的，
小心，小心，小心那个穿那个天鹅装哎。天鹅在哪里？然后肥嘟嘟嘴喂们，还有他的爸爸妈妈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哦，真的很可爱，可以贴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钥匙圈啊，糖果钥匙圈，它里面是星星。糖果钥匙圈哦。糖果钥匙圈，哇，这个超精致的，这个我很喜欢。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印章，又盖给大家看吧，看有什么图案。还有很多层哦，先第一层来盖。来学他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嘞？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层，第二层有东西吗？这个要盖大力一点哦，盖久一点。好 ，OK。哦，这个是，还有呢，应该还有一层，第三层绿色的。来，盖久一点。哪里？没关系，你就盖下去啊，盖下去就看得懂了。哦，加油！哇，好棒哦！这个印章也不错哎，它有三层。那、啊、你喜欢今天的蜡笔小新戳戳乐吗？喜欢。欢迎大家。按赞订阅哦。大家。拜拜。拜拜喽。拜拜喽。